创的跳舞婚纱。你想要怎么样？我天哪！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有危险性的，所以一定要弄紧。这样可以吧？可以啦，拉住了，你自己慢慢下楼梯。那个是什么？为什么要不要看个声音呢？你先不要动，等一下。这应该是我出道以来最奇怪的工作内容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